我能够去保护好你们。还有以前是你一直保护我们爱护我们，现在我想对你说，蜜蜂们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。对对，谢谢。我觉得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还是现在，反正一直我都会去保护你。一二三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每一次都在陪我玩这些无聊的游戏。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来现场的每一位你们，你们每一次到这边，每一次举这个荧光棒，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